完喎，有幾犀利之你啊！我哋睇下嗱，除咗即係現場嘅一個全民公投之外啊，就算睇翻全日本喺2011年嘅日本漫畫總銷量啊 ，Hunter 都係排到第13名啫嘛，係嘛？嗰、那個即係算係咩啊？所謂十三不長咁啊！另外我哋睇翻佢對上嘅有嗰啲咩進擊的乜乜啊、銀乜乜啊、同埋乜乜佛乜乜啊嗰啲咁樣嘅作品。佛摩斯係我想講嘅，係唔係嗰個字真係讀個佛字嘛，係咪咁啊？而冰氣寶嘅排名第一位，始終都係我最中意嘅 One Piece 咯。我唔信嘅，即係邊度有永遠嘅 number one 先得㗎？一定係可以打得低嘅。咁如果你話一套作品打唔低佢嘅，我哋咪試下即係結合多一套咯。咁啊，兩套唔得，三套、三套唔得，四套一定可以打得低佢嘅。嗱，首先我哋分析一下 One Piece 點解會紅先啦。咁啊，無非咪就係啲角色設定咧，即係都好鮮明啊，畫面咧又畫得好靚，咁同埋啲字都好多，咁你睇嚟哇，好似乜嘢都有，非常之豐富啊！咁你要豐富咧，咁我哋試下用Death Note嘅字啊，配上 JoJo 嘅畫面啊，好豐富啦，好多嘢睇。JoJo 嘅畫面已經夠曬花噶啦，再加埋 Death Note 小説一般嘅字數，我諗我睇一格都需要15分鐘。如果咁樣睇翻，我睇一期可能要1年零3個月。係啊，好抵睇。係固然好抵睇，但個問題就係一年先出得一期嘅書咧，即係話 Hunter 嗰啲咧，好難上到透個排名嘅。咩十三唔好咩？我覺得十三幾好咯。十三係不長咯。係咁，仲有咩？如果多字多圖唔得？咁嗱，逆向思考啦，你話即係多圖多字唔得，咁銷量真係有啲問題嘅。咁我哋試下反其道而行啦。就用 Hunter， 用 Hunter 嘅圖加 Bleach 嘅字啊，清楚曬啦。Hunter 嘅圖即係冇圖 ，Bleach 嘅字即係冇字，一筆冇圖冇字嘅漫畫，點好賣法咧？你唔知而家好多就印咗動畫封面嘅拍字簿都好好賣嘅咩？喂，咁如果係咁樣，佢就屬於文具界，就唔屬於漫畫界啦。嗱，不如咁樣，挑戰第一。雖然我就唔覺得嗰套嘢好好噶啦，但係咧第二名嗰套咧就始終都最近啦，銷量長啊，嗰套用嗰套就用嗰套火影滾忍者啊，算罷啦，Naruto由得佢啦，佢唔會贏噶啦，佢一萬年都唔會贏噶啦，你由得佢啦，即係何況其實Naruto而家好唔得閒噶嘛，佢哋自己啲人物成日都 match up 嘅，由你打我打佢咁樣，咁佢唔得閒同其他作品 crossover 噶啦，好似最近啫嘛，又好似即係。由太子出嚟又打啊！由太子唔係死咗噶啦咩？你真係有所不知啊！由太子呢個人得奇人，而 Naruto 都係一本奇書喎。即係以前啲角色咧，即係死咗就死咗噶啦，係好特例先翻生嘅啫。咁佢又唔係喎，即係得閒又死下，得閒又生下，又生下又死下，死下又生下，生下又死下。根本咧，即係死到咧，真係冇死亡呢個觀念㗎，一種生死嘅界線。哇！如果咁樣嘅話，咁咪唔會有骨灰龛位唔夠嘅問題咯？生死呢個界線，咁啊，周恩來學識呢個土衛轉身之後，佢就唔使上醫院嘅節目度出忙不了你啦。佢嗰個忙不了你，真係忙不了咯。咁啊，冇骨灰有問題啫，但係有開心 problem 啊嘛。總之你有得佢啦，澳門財政非常之滿意佢嗰個阿爾位置啊。嗱，多圖唔得，多字唔得，小圖唔得，小字唔得，舊嘅又唔得，不如用啲比較新少少嘅啦。啊，美食業人啦，嗱。你倒代光年的美食業人有冇幾多人睇過下咁樣樣啊？可唔可以拍拍手掌嚟睇下 ？OK， 都有啲人睇過下啦。咁佢咧就本身咧都混合咗好多唔同作品嘅題材，包括有Hunter 啦，係嘛，即係 Hunter 啦。咁然後有指責大界嗰啲飲食漫畫啦。咁佢專講嘅嗰種即係夢幻嘅食材，其實都係同 One Piece 裏面嘅海王類差唔多嘅啫。咁佢咪即係撈埋好多嘢咯？咁都應該 OK 啊。美食獵人啊，呢一個又係另外一套奇書嚟嘅，咁啊，即係一套即係都算即係稍微新少少啦，即係佢喺 Jump 裏邊嗰啲作品嚟講，新作咧，即係好快佢已經可以成為主力嘅 Jump 嘅主力作品啊，咁同埋亦都即係有動畫化又好紅啦，咁有而家咁嘅成績，其實都真係唔錯，即係有冇人係中意睇呢套作品啊先？美食獵人。我真係冇啊！哇，你哋有 taste 啊！我啱啱就係想講咧，即係我唔知呢套嘢紅啊！
喺邊度咯？即係你諗下，又畫面唔係靚啦，古仔又唔係特別好啊！你話打 OK 啦，咁同埋重點係乜嘢呢？重點美食獵人啊嘛，即係美食係重點嚟㗎，即係以正常字面嘅解釋，應該係即係美食都應該算係重點啦。咁但係大家睇下佢作品裏面嗰啲美食咧，係啲咩美食呢？即係個樣咧，嗰啲咩嚇啲似狗啊，定唔知似叉會嘅蟹啊，嗰啲咩鱷魚粉殼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唔核突騎呢嗰啲嘢，佢都唔拎出嚟嘅。即係我相信咧，係冇人食得落口嘅。我諗連陳豪同埋林保怡都食唔落嘅嗰啲咁嘅嘢。係啊，即係究竟咩人先可以幫佢寫食評咧？啊，我知啦，佢哋。创新我埋葬，点解红豆要配上沙律酱？冇错，就是 Open Wise 里面的斗士、死士、名将、勇士。你谂下佢哋嗰啲红豆沙律军舰卷、咸鱼寿司，连最创新的白饭寿司，佢哋都照食不误，然后照写食评，即系我话当年嗰啲咧，算得系啲乜嘢咧？嗱，而我收到小道消息噃，老代当年已经飞咗嚟香港，就系剩低鸡向名将取经，所以下一期大家应该会见到系星星找君难断。所以如果喺呢个唐利高，即系美食猎人嘅主角嗰、那个 menu 里面冇名将寿司同埋加名嘅话，基本上系称唔上系一个完美嘅 menu。剛才歌詞也有提過了，紅豆沙律卷，即是紅豆沙律軍艦，為什麼紅豆要配上沙律醬呢？哇，這個問題你是不是宅來的？哦，我都是魚蛋族來的，你看我今天的 cosplay 就知道了。我就認為是宅就應該知道的。啊，你們都不知道啊？可能銀雲街那邊可能會知道的。即紅豆是什麼？紅豆是甜的嘛，即是人最愛啦。那沙律醬即是美人尼，即是蛋黃醬。等等先，等等先，我從來聽嘅都係土銀配嘅喎。咁你呢個問題係問得非常之好嘅。其實嗰個食品咧，應該叫做紅豆沙律軍艦卷啦，邊個話叫做沙律紅豆軍艦卷咧？喺婦女界非常之有爭議。嗰、那個情況咧，已經係嚴峻到咧，喺下個星期喺西九呢個名將文化壽司廳咧，係會有一個高峰會議嘅。而第一項議程咧，就準備涉入呢一樣嘢，就討論呢個食物嘅命名權。係由於即係實在太趕啦，所以原本嘅 agenda 第一項咧就褪咗落去。原本第一項嘅 agenda 咧就係講緊金正恩需唔需要肥多兩支核彈去證明佢已經掌握咗軍部嘅實力㗎啦。係咁，梗係唔夠分工手咁重要啦。分工手真係緊要好多。咁係喎，即係其實有乜所謂咧？即係紅豆配沙律就 OK， 咁你狼都配分身苗啦。哇，唔得唔得，一聽到我就覺得好奇怪，我都係覺得咧，即係相近嘅嘢咧配落係比較即係合理一啲嘅，譬如兩種動物啦。睇翻即係動漫界好多時候都有嘅，譬如拖拉多啦咁樣咧，有幾多人睇過呢套拖拉多啦嘅作品啊？可唔可以即係打下十掌？咁啊，另外即係雖然明明香港最好賣，但我估現場都冇乜嘅幾多人睇過，就係、是、龍虎門啦，係咪？即係都係兩種。拖拉拖拉。拖拉拖拉門咁樣係嘛？門啊嘛，拖拉拖拉門啦。拖拉拖拉。即係哆啦 A 夢啲 friend 啦。即係28世紀嗰只拖拉，同樣叫拖拉拖拉門。即係上年老嘅朋友嚟。咁啊。而最近啦，即係我都最新發掘咗一套啊，即係又係兩種動物相乘嘅個名，咁啊，然後就兩個都係男性嚟嘅，好紅嘅。大家估到咧？估唔估到啊？嗌啲名出嚟啊！大家以為我講緊 Tiger and Bunny 咧？你哋真係太膚淺啦！我講緊嘅係喜羊羊與灰太狼。全內地即係全國啊，90%嘅小學生啊，都係用緊佢哋嘅產品啊！即係我想講啊，當我上一集都同大家講緊，我全身嘅造型都係即係嗰啲咩底衫底褲都係長門大萌神，我而家已經換咗係喜羊羊與灰太狼嘅角色。咁冇除俾你睇嘅。我唔知道你
樣有做個 phantom 喎。唔係，我講咧，即係我係講緊我著咗佢喺身上面。咁啊，你裏邊嗰件。係啦。咁啊，但係即係大家會諗我點解會蒙呢樣嘢與灰太？係咯，你小朋友嘢嚟。